大家好，我是二年三班的优良学生郑友伦，也是现在中华民国围棋业余六段的选手。这是中华民国围棋业余六段的证书。平常课余时间，我常沉迷于围棋的世界里，因为热爱围棋，所以我常参加国内外的世界大赛。我也将围棋应用于生活，围棋让我更能专注，且有同整性的方式在读书上，让我高一上下学期都维持校排一趴的成绩。请大家支持二年三班优良学生郑友伦。